当选南投县首届平地原住民县议员的石信龙，以徒步方式在伊达邵地区卸票，支持者都纷纷出来握手祝贺。虽然当选，但前一天晚上开票的情形让人直冒冷汗，因为石信龙以一票之差险胜第二高票阿美族候选人陈佑瑞。我们在中选会那个自己在算，然后差一票，然后一直很怕被翻盘，然后一直等，然后都不敢讲，就算有胜选都还要压抑住那种喜悦哈。石信龙以200票顺利问鼎平地原住民县议员席次，保住少族参政希望，而这也是少族政治史上第一位县议员产生，意义非凡。希望我们的石信龙议员哈，他是我们少族的第一任，也是给他最好的机会，要公平公正的为我们少族，还是我们所有的不是住在少族的原住民平地三胞，争取我们最需要的东西。跟我们另外两位三地原住民的这个县议员的当选人啊，来好好的合作，好好的来研究怎么去发挥最大的力量，让县政府啊能够好好的来执行，来帮忙我们原住民，来让我们的各种的提案或者计划能够好好的顺利的去推动。南投县议会将有3席原住民议员席次，石信龙除了会推动选前竞选政见，做好监督政府的角色外，也会跟其他两位三地原住民县议员合作，让原住民权益在议会上发挥更大影响力。记者 NO 南投于慈采访报道。